般的镜面效果，看见景物就有一些变形的效果出现在画面中。我想这样的一个外创的方式，正好给创作者一个很好的灵感。那这也是我们都会中常会看到的景致。好，那另外一件我们看就是很简单，就是以俯瞰的姿势来描绘路边的行人。那看着形形色色、行色匆匆的这样子行人，到底都会人在忙什么？不过隐隐约约中，我们看到有搭轮椅的，我们看这个轮椅的造型，有爱宠物的女人的造型，在隐藏在画面当中的宠物就在这，抱着宠物的女人的造型，那行色匆匆的走在路上的行人，他们到底在追求生活中忙碌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呢？这只有他们知道的。不过蒂文老师就是通过画面来表达关怀这个路上的行人，都会的生活的行人，他们的人文环境到底是什么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看另外一个艺术家，也就是我本人的作品。那我提供的作品，我想就透过简单的一件作品来介绍。好，我们看最大的那件作品，